所谓善良的心、慈悲的心、爱人的心，还有助人的心。这是我看过各位这个好人好事代表这个事迹以后一个感觉，这是各位共同有的特质。哦，有善良的心、慈悲的心、爱人的心，而且乐于助人。台湾社会上有很多好人好事，那各位是经过一番筛选以后，大家认为是最好的好人好事，所以各位是 paragon， 哦，是最好的典范。那这个我们社会就需要这样典范，大家才能够跟随，才能跟随。那有人继续跟随的话，这个社会就有一种很祥和的气氛啊，哦，这是我们现在社会上非常需要的地方。那非常感谢各位创造了这样一个气氛啊，哦。那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崇拜好人好事代表，所有的好人好事的事迹哈，会有感染作用，至少我感染到。我晓得我过去做了一些事情，不能算坏事哦，都算好事，但这好事做的程度还不够，还要向各位多多学习，以各位为典范。希望我也能有一天能够 paramount 能够变得更好一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